融在一起。来，那我们两位要起立，都在画框里面哦。好，那我们要灿烂的微笑。抢先体验走村活动，新北市副市长朱悌之和文化局长同框拍照留念。可别以为只有这个道具框，还有旁边这台行动拍贴机，拍好马上就可以印出照片，记录美好瞬间。陶瓷博物馆，还有13行博物馆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哦。新北市文化局延续2023台湾设计展精神，要把新北市各大艺文场馆圈起来，邀请民众来走村。请来设计师特制龙年限量红包袋，要送给民众，还准备了拍贴机，让大家拍照留念。2月3号到2月7号，来到了我们武馆艺园，加上我们新北美术馆，都有机会。可以得到我们限量版的红包袋。我们这个复古的巴士会在初2到初5，在不定期的时候会出现在我们的武馆艺园，还加上我们的新北美术馆。我们用拍贴机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时候，一起留下美好的一个画面。这个拍贴机啊，它是有7个馆。不同的画框可以收集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收集不同的这个7种拍贴的话，7个馆都要去才可以的。武馆艺园再加上美术馆，总共7大场馆，民众可以在春节期间安排走春，在浓浓艺文气息中庆祝新年。民视新闻黄启豪、林东明，新北市报道。